我已经很避讳了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可是我没有证据。哎，Hello，Hello， 易先生，这个怎么解啊？那我 DC 有实况给你看，这个你解了没？这个，那我是想要去帮他玩的。它就是图案跟图案，数字跟数字，然后还有顺序这样子。嗯，中间电场吧，右三，下中二 ，Nope， 第一排左中，中，然后左下跟右下，左下跟右下，哦，然后中间那一下加最下面那个。哦、你们是数学系是不是？然后剩下三个，他那个是逻辑，就是他要嘛全部。哎呦，只有我没逻辑，就是他。我非常没有逻辑，我乱按。来自奥瑞博士的消息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哎 ，Tell me why。卡住，应该是进洞吧，所以会卡。OK。希瓦纳斯死去的那一刻。哦，西姐姐，直到现在，妹子来了，妹子，烧了他，计划中的计划。然后老师，你看懂这段剧情吗？看不太懂，你可以讲一下吗？就是在上个版本，就是其实在前几个版本当中，就是我们夜精灵那边不是有一颗世界之书吗？对。然后呢，希瓦纳斯，你要说蛊惑也可以啊，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声音跟他说要去处理掉那个世界之书。嗯，那那个声音的源头就是炎狱之主，就是我们这个版本团本的大魔王。OK，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死后世界嘛，所以他们就是蛊惑希瓦纳斯涂炭生灵，炎狱越多灵魂来到暗影之境，炎狱之主力量越强。上个版本团本的魔王就是希瓦纳斯。对，那希瓦纳斯为什么看到有两？所以他当初胸口也被阿萨斯的双之哀伤刺了一剑。那阿萨斯的双之哀伤的效果其实是会把你的灵魂的一部分抽走。所以炎狱之主在我们打赢希瓦纳斯之后，炎狱之主把他原本被抽走那块灵魂还给了希瓦纳斯，所以他那个灵魂就是没有他烧杀掳掠的记忆。OK， 就是两个灵魂合为一了。但是他现在，毕竟他当过一阵子的坏蛋，所以他现在要看他怎么洗白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一个版本是洗白之旅，对，应该是他洗白之旅。洗白之旅 ，OK，、不是第一次，封测就开始玩了。Sam， 老师是元老级玩家哎、欸，对，我只是逃学逃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专心上课，逃回来连一元一次方程式都不会写。这个飞行的形态，有种像魔种。生命刚诞生之前，你不要说那么清楚，我听得出来。我已经很避讳了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可是我没有证据。哎呦，德瑞，我要开秀了吗？感觉上是。野心消费，德瑞文你好惨。我就在想，德瑞文哪是帅过？你好烂！德瑞文帅不过五秒，直接被击落。这个瑞文就是逊啊！这个游戏新人多吗？不晓得哎。新人多吗？偏少，回锅的比较多。回锅的比较多啦，这很多年了。可能就是以前在某个版本碰过，然后来没有玩，然后呢又跑来玩。对，心血来潮就回锅玩一下。现在在干嘛？这游戏要怎么玩？对啊，我不会玩。你们现在该讲话小心点。我们在玩什么？牛人是不是？不要不要讲其他游戏的名字。那我要来唱主题曲。不，完全。你不要一口气惹到一堆人好不好？哎，各位，世界王这边集合，你先打世界王。来，大家晚安哦。因为今天打团本啊 ，DC 里面的人比较多，他们会讲话，会比较吵一点。好，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施小烈是我们的施大哥。嗨，大家好。黑牛霸王是他朋友。
他会在他会跟着我们一起来拓普通团。好诶，是大哥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你好。我们讲话会比较脱序一点，对不起。还是只有我自己。他完全没有要克制的意思。还是只有我讲话比较。对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只有你。OK。没有，你今天已经有克制了，你还没有讲到。已经有克制了吗？我还没有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讲出来了，完蛋了。你们今天有看到那个讲到灵魂时，我想到分灵体。你们今天有看到那个007吗？好呗。我要直接把我这样摔死。所以是你带着四大哥去死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坐在他的车上，然后他把我，他带着我一起摔死。现在不会哦，现在很方便，可以直接到一定的等级。我来帮你问一下，打扰一下，那个我们有观众问说，有人要回锅，如果他没有账号，他直接进来的话，会不会很难练啊？不会，好像现在最快的记录是6个小时练的。然后第一种小怪就是一般小兵。That later。大鼠吧。对，这是魔兽。哎！时间观念呢？来，小怪出，开始打小怪。也不是第一天的。那也是没办法。核心外露。进入到那个范围里面，到范围里面。对对对，来进来这个圈圈。哎呦，不然会长这样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好，试试看之术，来吧。哎，我要往外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方块，方块。哎，哇！他们都是那个技能吗？哇！对啊，完了，稍微靠方块。我去。OK。哎，干！哇，干！哎，那我赢了。准备差一次。没有，这是双管，先双管。哎，还可以了，差半秒。小心，100小时。哎，地板，我靠！哎呦！圈往内，掉。内。碎。大哥，我这边都是团队会打到12点这样子。OK。OK， 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我射出门就睡觉。对，我难得有机会可以超过10点，超爽。好了，那我就下播了，感谢各位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晚安。下个礼拜四会继续的魔兽世界，老布一先生老师带你一起看魔兽9.2的剧情。感谢各位的陪伴，明天见，拜拜。爱你是宠哦，你不用说。其实我的心内嘛有数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别忘记订阅加上小铃铛，老师实况台，感谢你的支持。